周如。啊，漂亮的尤尔钦的540，完成的非常轻松啊。这是个5.5的难度价值的动作。我们看今天的中国队啊，也应该像下午男子比赛那样，能够完整的把四项能够平平整整的比下来，一项一项的闯过。我想今天中国队的这枚金牌也是属于中国的呀。我们看小茹的空中姿态很好。